好的，我们第一步把电源线和电源连接好，看是否亮灯。第二步，把电源 DC 口插入主机，听到滴声表示连接 OK。第三步，对码，一直按住主机红色键。听到报警声，用遥控解锁，表示对码成功。第四步，把报警线 USB 端全部连接到主机上。另一端连接到手机，听到滴声，表示已进入防盗状态。第五步，防盗测试，拔掉插手机端口，产生报警，表示工作正常。插上去。再插进去，拔掉 USB 端口，也会报警，表示工作正常。